愿主你平安。再把圣经打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九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九节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在律法下将肢体献给谁？不法不洁。在恩典下将肢体献给谁？义。因为义是借着信而得来的，是不是？义在律法以外得，守律法因律法生恶欲，献给不法和不洁。守律法能不能把自己守干净？能不能守干净？我因信耶稣基督，耶稣一次一行能不能叫我称义？能不能？耶稣一次献身体能不能叫我成圣？能。所以呢，我献给谁很关键的，我献给谁很关键的。我今天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罪身灭绝了，我献给谁呢？献给义的。我罪身没灭绝，没在罪上死，不能在义上活，那么献给谁？献给罪。好，咱们看一些经文啊。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看到没有？在罪上没死，献给谁？献给不法不洁，是不是？我要在罪上死了，就得以在哪儿活？怎么献给义？怎么献给不法不洁？守律法的献给不法不洁，靠恩典的献给义，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第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下面紧接着使我们怎样呢？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哪儿活？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归了，归没归？在哪儿死了？那么今天许多人在罪上死没死？没死。在律法上死没死？在肉体上死没死？在世界死没死？像不像世界死了？没有，他像世界活着，像肉体活着，像罪活着，像黑暗活着，像撒旦权势活着，像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活着。咱们今天的信怎么信的？跟他信的一不一样？你看到咱们信和他信的不一样，你看不一样在哪里？同样都是信，我们是用信心信，他是用哪儿信？用嘴信。嘴唇敬畏主，嘴唇敬尊敬主，心却怎样仰望主？他根本不是信。你要说那伙人是信的，那天堂我跟你说，老牛都进去了。老牛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什么奶？那做好事啊，行善积德呀，他就守守律法，完了做点好事就进天国了。我们今天进天国是怎么进去的？信，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的诚意，把自己献给义，献给神做义的器具。那么我今天我不凭信，我靠守，那我就把自己献给谁了呢？献给做不义的器具。这样可怜的人有的是啊，可不可怜？到耶稣来，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他在恶里还在作恶呢，没接受救恩，不能归向神，没在罪上死，就不能在义上活，是不是啊？不在罪上死的人，他能在义上活？
不带一张活的人，他能献给什么？他能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吗？他能有圣灵所要的行为吗？所以他想方设法在雅各说信心和他的行为并行。他没明白什么叫并行，并行是恩上加恩才能并行，是不是啊？并行是一般高才能并行，是不是啊？并行是从神来的，都是从神来的才能并行。好，咱们再看啊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哪儿活了？就在义上活。好，再翻到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五节，你为什么要在罪上死？这是上帝提出的旨意，提出的，这不是人提出的旨意。耶稣死了，你虽然肉体还在地上，但是你用信心死，你不需要去上十字架，你不需要去喝毒药，你也不需要去偷火车，你更不需要跳楼，也不需要去跳水。你怎么死？凭信心死，受洗归入基督的死。好，再看第五节，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五节，找到吗？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这形状你必须联合，他上十字架的形状是最深的形状，你的最深和他的最深一起联合在一起，他上去你就相信现在上去的不是他而是我。听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耶稣上十字架是张开了臂的，张没张开？耶稣上十字架张没张开两臂？张开两臂，那么这两臂挂在什么地方？挂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呢，你怎么跟他联合？你和他联合，你也挂在十字架。你跟他的形状联合，因为他的形状是谁的形状？最深的形状，是不是？是最深的形状。他最深的形状，你什么形状？你的最深的形状跟他的最深形状正好是重合了，你就把他上十字架的最深的形状看成是谁？看成是我，所以你才受洗。这叫与主一同钉十字架，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是不是啊？这叫联合。他死了你没死，你是主的门徒吗？他埋葬了你还在那活着，你还喘气，他气断了，血流出来，你气还没断，还没流出来，你是主的门徒吗？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吗？我说这样的人是什么徒？什么徒？睡觉徒，糊涂徒，是不是啊？宗教徒，肯定不是基督徒。基督死了，你也死了，这叫与主联合。什么叫联合？他怎样，我怎样，这叫联合。他死了，你没死，你叫联合吗？你说你是基督徒吗？他在罪上死了，你在罪上没死，你那叫基督徒吗？甚至网上有人攻击，王浩说基督徒不犯罪的，因为他在罪上死了，怎么犯呢？他从神生了怎么办？他里面从神生，外面一个基督一同死了，在罪上已经死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是不是借着你的信心呢？他死了，你也死了，这叫与主联合，是不是？他死了，你还没死。你效法谁呢？你效法谁呢？你效法是基督吗？天天说主啊，天天喊着主，主啊主啊的。耶稣说主啊主啊的，都喊主啊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因为你作恶的人，我死了你没死，你还在那作恶呢，对不对？我埋葬了你没埋葬，你还在那活着呢，你还说你半死半活的呢，
圣经说你们已经死了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不用真死，你相信和基督同死，就已经跟他同死。信是得着的，就没得着；没信得着的，就得不着。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怎样成就。神今天就照着每个人的信给个人成就，这就是神人跟你立约的凭据。他死了，你死没死？他死都过去2000多年了，是不是？今天2000零多少年？15年。那你今天死了多少年了？你死了多少年？你说我这刚信耶稣，刚信耶稣，你死多少年了？你跟他同死，他死2015年了，那你死多长时间？我也死2015年，你相信吗？你信吗？现在是用回忆的方式回忆到主耶稣，你用身体已经回不到主耶稣那个地方。耶稣那个时代是在公元0年，是不是？你这时代是主后2015年，那你怎么能够把基督这个死和我的死联合在一起呢？我用信心回到历史中间，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形状和我的死进行联合，成功了。用信，人这个肉体回不到历史中间，连你小的时候都回不去，但人的心可以回，想到小的时候。能不能想到小的时候？你小的时候什么样？你偷人家一个西红柿的，能不能想到？你小的时候那鼻涕呀，能不能想起来？你小的时候穿个活单裤，能不能想起来？你都能想起来，是不是？你想起来是用肉想的，是用灵想的？怎么想的？用灵想的。灵可以超越历史，返回历史，肉返不回去，是不是？灵可以超空间、超时间、超眼见、超历史，是不是？超物质界的。我现在把门都关上，我的灵可以想到我的家，但我的肉不能一下就回到我的家。我肉要回到我的家需要时间，我的灵要回到我的家不需要时间。这就是灵是超越物质、超越眼见、超越空间、超越历史。哪怕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历史，我也能够用我的灵回到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形状上，跟他联合。这叫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别与我联合，别与亚当联合，也别与你老祖宗联合，因为你不属于你老祖宗，你乃属谁？属基督。那么属基督跟基督联合，好不好？用什么联？用信心。那么耶稣基督再来，用盼望，是不是？耶稣再来，你是不是用盼望？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，也是用灵联。这盼望和这信心，就是通过你的灵才能成就。耶稣死了2000多年，我刚死，我没死，那你不是跟耶稣联合？耶稣死了2000多年的，那么今天我凭着信心，我回到历史中间，回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凭信心接受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形状，所以他的形状是我的形状。罗马书8章3节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。有没有形状？成为最深的形状，是不是？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他是为你定罪案的，他是帮你代替你定罪案的，以你的形状出现的。神叫他的独生儿子以你的形状出现的，作为你死的代表，他代表你死，也作为你活的代表，他代表你活着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作为你死的代替你，有作为你活的代替者，全权代替你，因为他用最深的形状代替你死，用一身的形状代替你活。最深的形状上十字架代替你死，从死里复活，以一身的荣耀的形象住地
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可以不可以？耶稣的死是为全人类的罪死的，我今天要把他的死越过了，我就去靠律法去侍奉神了，你永远都在罪的权下。我把耶稣做成的救恩给忽略了，不要了，我自己要自救，那个自救法就要你的命，就能把你送进地狱。今天你明白？好，再往前看，两个联合，两个联合，肉体跟他的死进行联合，心灵跟他的复活联合。肉体因罪而死，跟他死联合；心灵因义而活，跟他的复活联合，跟他荣耀的复活联合。这样，基督那复活的形状就显在你的面上，就显在你的身上。听没听明白？好，再往下看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了？钉没钉？钉了。死没死？埋没埋葬？新人活没活？荣耀活没活？活了。你看这段经文很关键，很关键。因为知道，我们现在必须得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旧人钉十字架，是不是啊？罪身现在灭没灭绝？啊，罪身灭没灭绝？那罪身要灭绝了，有人说我还犯罪，这个人到底跟耶稣联合了没有？啊，他就压根没联合。这上面的话是叫你信的，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钉没钉完？一人进去，众人死，众人死没死？钉完了啊。罪身灭绝，罪身灭绝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叫我们不再做罪的什么奴仆了。因为做罪之奴仆就不被什么约束了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罪身已经灭绝了，你相信不相信呢？你为什么受洗？你为什么受洗呢？受洗是与主的死联合，吃晚餐是吧？受洗，我的身体是埋葬我的身体，钉死我的身体；吃晚餐是接受主的身体；受洗是我的身体上十字架钉死，我的血流出来；吃晚餐是接受主的身体，是换透析，换身体换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死就是给我们换身体换血，用他的血倒出来给我们，把我们的这个身体。成为最深的形状，钉十字架，埋葬。为什么埋葬我的？因为我的肉体里不能行善，没有良善，所以把我的埋葬，把他的给我了。你吃晚餐的时候，这是主的身体，是为你掰开的。阿们，你答应了是不是？你答应，你现在里边有没有主的身体？这身体有了主的身体，你就叫肢体。你就叫耶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这是耶稣的血。那么现在我的血，我凭信心，我的血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没流出去？流出去。为什么要流我的血？因为我的血被亚当玷污，玷没玷污？我的血玷污了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把他的血给你换上，这叫透析。用医院说的，你的血有毒了，用别人的好的血、健康的血给你透析。耶稣在十字架给没给你透析？你信不信？现在是基督在我里边成为我的生命。这句话就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你们已经死了，现在是吧？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现在你里面的生命是谁在活着？基督是你的生命。因为你吃这个喝这个血，你吃这块饼都是基督的，这个饼是无酵的饼，是基督那个同根女生的那个身体给你掰开的，是神道成肉身的身体。你这身体是土成的，他那是道成的。你要想承受天国，必须具备道成的肉身，你要光土成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所以耶稣给你换一个道成的肉身。他的
给你分了，分开给你吃了。你吃了，你必须相信我里面有基督的身体，也有基督的生命。这血就是生命，对不对？他用道成的，把你的土成的给你取代了，换掉了，是不是？你的灭绝了，他把他的给你。听没听明白？听没听明白？这就叫信。你信不信？你相不相信？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，同着女生的，女人的后裔的身体，无玷污的，羔羊的身体，灵成的，我的土成的，他是天上来的，我的地上来的，他这是无瑕疵的，我这个是有瑕疵的，是不是？他的同着女生，我的妇女生的，我的身体妇女生的，所以他叫你与主联合，把你的身体钉死。你回来了，你说，你看我这身体不还在这吗？这就是。现在叫你不凭眼见，凭信心。你把看见的信死，把看不见的信活。基督的身体你是看不见，借着饼叫你看得见，是不是？借着这块饼叫你看见基督的身体。当你吃进去了，你看不见这个身体了。现在能看见的是肉体，现在叫你不凭眼见看自己的身体，乃凭信心看里面我已经有了基督的身体，这复活的身体，属天的身体，灵性的身体，道成肉身的身体，好不好？难呐，难不难？难呐！叫你信看不见的，不叫你信看得见的。把看得见的我的身体信死，把看不见主的身体信活，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体，不是长外面的，长外面就坏。奥不奥秘？他叫奇妙，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实在是奥秘，他在十字架上给你换身体，你要不要他的身体？你的身体快要死了，你的身体就连100岁都活不上。在你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以前，他叫你接受这个真理，接受他的身体，接受他的血，行不行？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怎样可喝的？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凡不吃我肉不喝我血的人就没有永生。永生从哪来的？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而来的。你信吗？你没吃着，你相信吃着了吗？啊！耶稣现在升天，你没吃到他的肉，但你相不相信这块饼就已经是基督的身体了？这个葡萄汁就已经是基督的血了，啊，你信不信？信。我们的信是这么信的，那些宗教的信都在肉体里糊糊拉拉的。来吧，信100年你都得不了生命，来吧。快快的就要在我们身上成就，借着你的信心，因为我们这个肉身的时间短不短？心脏跳动的次数有没有限？在还未断气以前，上帝必须叫你接受耶稣的身体，接受耶稣的血。接受完了，你必须相信我有身体上流淌的耶稣血。难怪保罗说：“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谁活着？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不是？”难怪保罗这么说呀。保罗这么说，是因为他相信我里边已经有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。他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”他相信我已经没有了。能看见的看不见，把什么叫信心？把看见的看不见，把看不见的信看得见，这就叫信心。什么叫信心？看得见的肉体已经死了，跟基督同死了，死多长时间了？看不见基督身体在我里面已经活了。耶稣生生复活，我这个身体就生生复活了。活没活？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对刚信的来说很难，对已经听我讲到、经常听我讲到的不难，不难是因为你已经有基础了，难是因为你没有基础。我讲的是圣经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就与主联合，第5节就与主联合，第3节也与主联合，
我们就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我不相信耶稣身体在我里面活着，我也不相信耶稣的血在我里面流淌，我就相信我在和我为主活着。不对，这个信法不是圣经说的话，是我为主活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是我活得像神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得像神。谁像神？你看，没有人说话了。谁活得像神？是基督在你里面替你活得像神呢，还是你自己努力活像神？因为基督是谁生的？神生的。神生的活得像神，人生的活得像人。你怎么活也像人。狗生的活得像什么？乌龟生的活得像什么？四个爪子在地上爬。老鼠生的就会倒洞，你信不信？谁生的像谁？今天为什么重生？为什么叫你相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？就是因为借着信心，基督就住进你心里，代替你活着。他活就像神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，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奇妙，这就叫信主之法。这种方法不是血气的人可以接受的，所以属血气的人并不领会神属灵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他却以为玉镯，你看，就一张无酵饼，就说是耶稣的身体。你看，就是一点葡萄汁，他就说是耶稣基督的血。他不信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基督的身体你没看见，就用什么呢？无酵饼。那基督的血你没看见，就用葡萄汁，就表明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，行不行？现在这个身体在你里面开始长了，长长长长长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就把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表明出来。对不对？好，再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。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脱没脱离罪？你相信我和基督同死同埋的，脱没脱离罪？没脱离罪在哪里？你看现在的教会中间，你就看哎那地方，诸个地方你走一走看看，在罪里头活着的人多不多？罪恶在教会，黑暗在教会中间掌权的地方多不多？从长老牧师到下面一片漆黑，黑乌鸦，根本不是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我若借着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披戴的是谁？我若不信，我披戴的是谁？老亚当。老亚当是个罪人，你披戴老亚当，你是什么人？罪人。基督是义者，我披戴基督是什么人？义者。所以现在就叫你借着洗礼，就叫你相信我和基督同死了，这件事情难不难？难不难？你受没受洗？受洗。受洗是你们那个牧师长老给没给你讲？受洗代表什么？罪身灭绝，是不是？讲没讲？他讲的是罪身灭绝还是受洗？我们今天是不跟耶稣基督结婚的礼仪呀？怎么讲的？他告不告诉你，现在从受洗那天开始，你就没有罪身了。从受洗那天，已死的人就叫你借着信，已死的人就脱离罪，就告诉你没罪的，因为你的罪身已经灭绝了，所以他不能犯罪了，已经灭绝，这是凭信心。他有没有这么说？没有。那他干什么受洗？凭什么受洗呢？他凭哪一样受洗呢？他连这一个奥秘都没告诉弟兄姊妹，他凭什么受洗的呢？受洗的时候，手按在头上，问你这个肢体，你愿意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吗？你同死脱离什么呢？你同死脱离什么？脱离罪身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脱离罪呀？脱离罪身，
我的罪身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又埋葬了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同复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给没给你想？讲没讲？受洗的凡受过洗的讲没讲？要不给你讲，他给你受这洗就是枉然徒劳。我们那有一个家庭聚会的一个传道人，把手按在人的脑袋上受洗的时候，是某某人，我奉耶稣基督名给你受洗。小声对他耳边说：“你受洗可是受洗，你别相信死了啊！你要相信死，因为你还会犯罪。完不完了？完了，这受洗还起不起作用啊？一点作用都不起。那么咱们受洗是表明什么？我们和基督同死同埋葬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。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能犯罪吗？我死了，我埋葬了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能犯罪吗？谁要说犯罪就赖耶稣犯罪的。保罗说活着的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了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么这受洗了你还说你是个罪人，你的罪身灭没灭绝？埋没埋葬？你现在那个一身从没从死里复活？活没活？这里边说已死的人就脱离罪，受洗就是为了死，你借着信心，凭着信心归入基督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罪身灭没灭绝？灭绝了。相信灭绝了吗？已死的人脱没脱离罪？脱没脱离？下面说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你还是不是罪的奴仆了？脱没脱离黑暗的权势了？脱离了，就这么脱离了。接着死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接着死脱离撒旦的权势，接着死脱离律法，接着死脱离救人，脱没脱离？现在有信也不管，我今天给你讲完同信，我的救人，我的罪身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现在活着的还是不是我啦？好，看加拉太书第二章，你死了，你向律法死没死？你是守律法还是向律法死？你两个人祷告，你听着，这两个人祷告，哪个人祷告对？两个人祷告，两个人都同时祷告，一个人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赐给我圣灵，给我能力，叫我守住律法，不让我犯罪。”第二个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给我信心，使我脱离律法。”一个要守住律法，一个要脱离律法，哪个是对的？你看圣经怎么说的？保罗是说：“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。”还说：“我叫求圣灵来帮助他守住律法。”啊，保罗怎么说的？我们看，再看十九节，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。看好了，这句经文很关键，很关键。我因律法，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向谁活着？死啊！祷告有许多人祷告，是不是啊？不同的祷告，有人要祷告求圣灵帮助他，加给他力量守住律法；有的人祷告说求圣灵加给我信心脱离律法。有要圣灵加给他脱离律法的信心。还有的要圣灵加给他能力守住律法，哪个是对的？哪个合乎圣经真理？谁是异端？谁是异端？你就听听就知道谁是异端了。有人是死猪不怕那开水烫，反正那个信错误的多，所以他就随从大帮了，就大帮轰了。哪边人多他就随从哪边，你今天是哪边人多就随从哪边吗？哪边讲真理你随从哪边，你是主的羊，哪边人多你就随从哪边，你不是主的羊，你是谁的羊你自己知道，反正你不是主的羊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就现在就脱离律法还是守住律法，你才能正式向神活着。好，保罗说现在活着还是不是我的？
啊，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，已经是什么意思？过去式、现在式是将来式，已经记住了吗？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还是不是我？那现在活的不是你，怎么犯罪呢？啊，现在活的是不是你了？你哪去了？怎么死的？咱们校准啊，现在就得用圣经把你校准了。保罗说：“现在活着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，我哪去了？钉十字架了，埋葬了，罪成灭绝了。现在活着已经不是我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现在都不是你，你怎么犯罪呢？啊？现在咱们就叫这个真的，这就叫真理。什么叫真理？就叫这个真理。不凭眼见，我已经死了；凭信心，我已经死了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。保罗是这么信的。”那你是不是这么信的呢？是。你如果不是这么信的，你和保罗信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跟主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不一样。谁是异端？守者是异端呢，还是信者是异端？守者是异端。定好了吗？跟神启示的真理不一样的叫异端。有许多人没明白什么叫异端，我就告诉你什么叫异端。什么叫异端？当你的信仰跟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是异端，对不对？他说什么？要信。保罗说：“我现在已经死了，活着不再是我，我现在要这还是罪人。基督就我就赖基督叫我犯罪，因为现在活着不是我呢，是谁活着？就你相信现在在你里面是基督活着吗？还是你自己活着？”你自己活着，你受洗干什么？你受洗是枉然徒劳吗？你受洗是，啊，是走形式吗？你受洗是上那里洗个澡吗？搓搓外面的泥儿吗？你还是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？你告诉我哪样？归入基督的死，你现在承不承认你已经死了？看两节经文，先把这合上，看两节经文。你现在承不承认你已经死了？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往后翻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，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三节，晓得吗？现在就要叫你凭信心确认，你现在还会不会犯罪？如果你没死就会犯罪，如果你死了就脱离罪，咱就校准行不行？圣经就这么说，你死的人是脱离罪，你到底死没死？你是凭信心死还是你去喝毒药死？你是跟基督死，你还是跟那些跳火车的一起死？你既然跟基督一起死，现在要的是信心，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信是所望之事的事体，是未见之事。我没看见我肉体死，我就相信我死了，这叫未见之事。我没看见我死，我就相信我和基督同死了。这个死起果效，在每个弟兄姊妹中间起果效，是不是？因着你的信起果效，你是不是这么信的？你如果不是这么信，他说死，你说没死，你是谁的门徒？咱现在就看救人的时候。什么叫叫人的时候？我最愿意干什么呢？叫人，叫不叫人？就用圣经的真理叫人，看是那国人讲的对，还是我讲的对？看是他们被圣灵感动了，还是我被圣灵感动？是不是啊？他讲的是不是真理？如果他讲的是真理，他就一定会查考圣经的。我这几天用三天查考多少节经文？谁能记住？谁能计算出来？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，你一坐下就查考几天，也这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能查考。那么多的经文，这些经文往哪放？啊，
那些人不承认，这些新闻怎么能放？第三章第三节，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找到吗？因为你们已经死了。死没死？你们已经死了。你们的生命哪去了呢？你的生命哪去了？清道出来之后呢？藏到哪里去了？藏到神里了，和基督一同藏到哪里了？神里。现在你的生命在神里了，你承认不承认？你的肉体已经死了，你们的肉体已经死了，你的生命藏起来。肉体死了，生命藏；肉体不死，生命不能藏在基督，不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你听没听明白？现在活着的是谁的生命？往下看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难怪保罗说：“活着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”谁是你的生命？基督。记住了没有？记没记住？记住。我死了，我是凭信心死的，对不对？跟基督同死的。那么现在基督就是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哪去了？和耶稣一同藏在哪里了？藏没藏好？进没进到避难所里？进没进方舟里？进没进永生？啊，能不能灭亡啊？不能灭亡，你永不灭亡了。耶稣讲这话说：“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了。因为你的生命藏在神里面，怎么能灭亡呢？如果你能灭亡，证明神能灭亡了。但神会不会灭亡？神不会灭亡，你就不能灭亡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在哪里了？现在是基督的生命替你活着。你看看，基督在你里面替你活着，还能不能犯罪了？能不能？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才正式与他一同显现在哪里呀？荣耀里呀！你是这么信的，才能在荣耀里呀。你不是这么信的，怎么能在荣耀里呢？那就在羞辱里，那就在赤身露体里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是不是活着？是不是你呢？谁活着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已经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好，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临后的第五章，找到没有？十四节，你死了吗？你的旧人死了吗？你的罪身灭绝了吗？你现在还能犯罪的吗？神在你里边活，还是你自己活着？啊，是基督在你，基督是你的生命，还是你自己是你的生命？如果你自己是你的生命，还用喝这个葡萄汁干什么？说这是耶稣血，还用接受耶稣血干什么？如果现在是你自己活，还用接受耶稣的身体干什么？谁活着？基督活着。好，看这一节经文，第十四节，找到吗？五章十四节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现在就叫你思想，他用爱激励你，就是叫你思想这件事。你想没想过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哪去了？死了，都死了。在哪儿死了？在罪上死了。在哪儿活了？在义上活了。旧人死了，义人新人活了；肉死了，灵活了；罪身灭绝了，是不是？属灵的生命彰显出来，对不对？你们已经死了，什么叫你已经啊？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都没都死啊？谁没死？谁没死的举手来。你说我没死，死的举手来。我现在已经死了，跟基督同死了。现在活着的已经不是我了。我现在不犯罪了，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已经死了，犯罪的人已经死了。这么信，把犯罪的人给信死了，把会犯罪的老亚当从富人生的，从情欲生那个老亚当的生命给信死了。不是留着老亚当那个旧道的人在地上好好活，好好守住律法，那是傻瓜信法，那是傻瓜信法。圣经从来没告诉你那么信，
留着旧人在地上活出基督。有没有人这么讲？我要活出基督，有没有？有多少人这么讲过？你看，他要活出基督，活了这么多年，你问他活没活出来？活得像不像基督？不像基督，他像谁？因为他用那个身体，他拿那个老亚当给他留那个身体去活出基督。如果老亚当那个身体就能活出基督，为什么叫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罪赦灭绝？啊，为什么基督还给你换身体呢？为什么基督给你换生命呢？你从老亚当继承来那个身体能活出基督吗？得基督的身体不用装，不用管，不用手就能活得像神。天上来的基督活得像天上的神，地上来的老亚当的身体怎么活他也像谁？他像谁？那么今天教会在改良改善自己的身体，就在一个身体里改。咱们是怎么改？悔改。咱们是怎么改？我的死，基督的活，这么悔改。我的身体灭绝，把基督的身体在我里面养大成，长大成人。我们是这么改，是不是？我的血倾倒出去，他的血给我输入进来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信是这么信的，他的信是那么信的。他在一个人里改良改善，他改良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就在一个人里改良改善。今天一个人的改良改善的教会多不多？多。改了这么多年，改没改了？没改了，他还要继续改，继续的，还走一条路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什么路？死亡之路。这是一条死亡之路，是走不通的。有许多人，上古时代有许多以色列走，全部死了，倒闭荒野，能不能走通呢？走不通的，必须用信心。约书亚和加勒另有一番心智，才走通的。那么今天为什么有许多人现在还背离顽固，还是那么一个人得改良改善？咱们是换人，谁能活出来就换谁，好不好？就像打篮球似的，谁打得好，来把这个几号下去，那个谁打得好的上来，是不是换人呢？咱们今天是不是换人？是不是？谁活得像神？基督活得像神。我活得靠肉体的，活得能不能像神？不能像神，应当把我的替换掉。我活不出基督，应当把替换掉。怎么替换？神发明了一个方法，这方法怎么？我死，基督活，是不是？我的肉体和他同死，我的血跟他同流，叫基督住进我心里，长大成人，活出他的样子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好。你轻不轻省？你容不容易？容易。圣经难就难在太容易了，就越容易越被人越容易忽略，越不容易人越注重。律法难不难？难。要守律法的人多不多？多。主的恩典容不容易？白给的容不容易？但许多人都忽略了，所以很多人进不去天国就在这个地方。他把容易的给忽略，他把难的想守，所以最后呢，下地狱，活不活该？活该。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，整个的教会中间全是罪人在教会中间长出来。你不信？你走走各个教会，整个教会中间全是黑暗在掌权，罪恶掌权，罪人在教会中间说了算。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自由，要来听道的是吧？可别去啊！你是我的羊，你们都是我的羊，你可千万别哪也别走了。就用这种方法来牢笼无知的妇女。有的人就听，我是你的羊，我不是主的羊，是我是你的羊。不是你啊，我甘愿地伏在你的扫牙之下。有没有这样人？这个糊涂人死了吗？定十字架，你的旧人定十字架了吗？定不定？你的罪身灭绝了吗？好，再回头看，你既然承认现在活着不再是你了，
你向罪就应当看自己哪去了？是，一向罪看，一有罪的时候呢，你看见肉体的过犯了，你就相信一切死。没有我，你不注重过犯，你越不注重，他就越消沉，就没有罪了。不用守，越守他就越发动，你越不守他就越发动，不发动了，不发动渐渐就没有心，就消了。没有律法罪就死了，不用守律法罪就死了，我就活了。守律法罪就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你只有凭信心，不看罪，只看耶稣；不注重罪，只注重耶稣。你这个人的信仰才是真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往下看，是不是这么说的啊？第八节，第八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先必与他同活。你信不信？你同死了吗？你信不信同活了？好，再往下看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了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那现在死做不做你的主呢？罪的公价就是死。现在你现在有没有罪的？没罪的。那死做不做你的主了？不做主了。下面他死是向罪死，只有几次？他向谁的罪死的？向我们的罪死的。那他都向你的罪死了，你为什么你个人不向你的罪死呢？啊，你用手的方法，我板住啊，我下回悔改，我这回没做好，下回悔改。这个人非得将来非得下地狱，这人这样信的人，将来非得下地狱死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他怎么信的？我今天我没做好，我肉体里有罪了，我下回得改一改。改好，这就叫悔改，是吗？是，是。已经特错大错，这人将来肯定地狱里头，因为他没明白经文。你听懂了吗？现在他叫你向罪死，不是去改一改。谁去改，谁就得死；谁不改，谁就活了。谁凭信，谁就活了。那么现在你能看到你的罪，你相信上帝不定你的罪了吗？你相信向罪看，他已经死了，没有律法罪已经死了，不起果效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律法罪，就算你看见罪，这个罪也不是罪，是不是罪的？他不是罪的，在上帝眼看不是罪的，那你自己就得看不是罪的，对不对？他叫你向罪看，自己已经哪去了？哪去了？第九节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你必须叫死不再做你的主了，好不好？不然黑暗就在掌权，罪就在你里面掌权。他死是向罪死，只有几次？那你几次呢？他一次，你几次？你要多次，你这叫与主联合吗？与主联合，他死几次，你死几次？他死只有一次，相对死只有一次，你多次，你是与主联合吗？啊？往下看，他活是向神活着，他死的目的是向神活着，对不对？他死的，你没死，你向什么神活着呢？你向哪个神活着呢？啊，你信的是哪个神呢？你向罪都没死，你还向神活着，你不撒谎吗？你不是骗人吗？听没听懂啊？听没听懂？听懂的举手来。他死是向罪死，他活是向神活着，那我也得向罪死，向神活着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往下看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什么。没有罪来的时候他想不出来你有信心，罪一来的时候你就相信我没死透，你看我这还犯罪。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了呢？向罪看，就是向着罪看，我已经哪去了？就有罪的时候你才相信我死没死，平时不用你相信，就在罪的面前就叫你相信。我跟我丈夫吵几句嘴，
我这就火了，给我跟丈夫吵几句嘴，吵几句嘴就吵几句嘴吧，不证明你没死，死不死在乎他，不在乎你，是不是？一人集体众人死，众人都死，是他死你就死了，跟你今天吵不吵架那件事没关系。你因着吵架就否定你已经死了吗？这是救恩真理，是不是？你吵不吵架不是你死，是他死了，一人尽心众人死，众人他把你带进死里头，你不管你吵不吵架都死了，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，向罪看自己已经死了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单看自己是什么活着，一个看死一个看活，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。你没有看死，你如何看活呢？是不是？这是信心的眼睛，是不是？能够信心的眼超时空的眼睛，以诺看着耶稣基督再来，你要叫你看，你肯定看不着。你说没看着啊？那在哪呢？基督又没来呀、啊？以诺说看呐、啊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了，这是。是信心的眼睛，他为什么活着问题，就是因为信心的眼超时间超空间的看见耶稣基督再来了，主驾到云降临了，所以他被活着问题的没尝死味。你想尝死味吗？现在不用你看基督再来，就看这个罪，就把罪看没有，把罪性看灭绝了，把看得见的信看不见，把看不见的信看得见，把看不见的我看得见的我信看不见，把看不见的主信看得见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就这么看，就用信心的眼睛看，不用肉眼睛看，用里面的眼睛看，不用外面的眼睛看，用属灵的眼睛，不用属血气的眼睛看，行不行？行。神就叫你这么看的，不是我让你看的，是不是神让你看的？这是不是神的话？你们向罪应当看自己是什么？向罪看死不死？向罪看死，我就不是属于罪了，脱离罪的权势了，是不是？向谁？向谁看当看自己是活的？向神，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。看灵是活的，看肉已经死了；看里面是活的，看外面已经死了。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是不是？虽然我肉体能看见，但心看不见；虽然基督看不见，却心看得见基督在活着。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是上帝你进天国的条件。听没听懂？为什么他稀里糊涂信？你看信那么多年，你看他是信主的吗？他真信了吗？啊？他是不是真信呢？他根本不是真信，他全凭看。但我们上帝教我们全凭信，百余信以至于信，是不是信呢？信没信？今天我跟你讲的像罪看死了就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你信没信？你要到现在来，这就是你最大的福气，上帝做开启的工作，今天用他的道来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窍，这是道理，这是进天国的方法，是信主之法的法，不是立功之法的法，是不是？你没有白来，神给你的恩典今天临到你了，你到这里来没有白来，是你一年，你十年，你三十年，五十年都听不着了。今天讲这道，你五十年能听着吗？你叫他们讲，你这累死他们。他不把你往生命之道里带。咱们现在讲的是生命之道，是叫你得生命的。耶稣来就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那今天你必须在主的道上扎根，不在人的话语中间扎根，不在那些肉体上见证扎根。他们全哎呀，这个地方医不好了，那地方医好，全医哪个？全医肉体。现在叫你凭信把自己信死，这说明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是不是？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已经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了，进到更完全的地步了，不随从各样的异端飘来飘去的，
人家说咱对的，你就说对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圣经依据？对不对？得拿圣经来对照，是不是？如果他圣经不符合圣经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对。符合圣经是对的，不符合圣经不是对的。现在让你用细心的眼睛看主在圣经里所给你的应许，好不好？神的应许站在圣经里的，所有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在圣经以外没有应许，在圣经以外没有旨意，没有神的旨意，只有在圣经以内才隐藏着他的应许，就在圣经里。我们就每一天学会回归到圣经中间，抓住神所给我的应许，就跟以诺一样，不尝死味就看见神的国，不尝死味就进入神的国，活着没提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是那么信的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所以就得着生命了。你越爱惜自己生命，就丧不成。我借着跟基督同死，是不爱惜自己生命，所以我才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用信心归入基督死。所以上帝就叫你不尝死味，听没听明白？现在要把这个道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，重在你的。你再一听别人讲，你就听不了，是不是？他在讲这个应许之外的话，你就听不了。黑暗不能在你里边掌权，好不好？罪恶不能在你里边掌权，你必须借着死把罪脱掉，好不好？脱离罪。好，再看罗马书第六章。你在肉体里面是羞耻的，是不是？第二十节，第六章第二十节，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什么约束了。你看，我在罪上死了，就不做罪之奴仆了，就被义约束了，是不是？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，这叫被义约束。听没听明白？在罪上死没死？你们向罪看，应当看自己是死的，死没死？就不被罪约束了，乃是被什么约束了？被义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在肉体里头靠肉体，不凭信心，专凭肉体，羞不羞耻？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我靠肉体实质板出来的果子是情欲的果子，是不是？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什么？死啊！我靠肉体使劲守完了，就守出一个什么？死来。好，再往下看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是没释放？做了谁的奴仆？我要没从罪里得释放，不看自己像罪是死的，我做谁的奴仆？我一定是做鬼的奴仆，不是做神的奴仆。这里边说，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不用你要求他就结出来了，你方法对了他就结出来。听没听明白？啊，听没听明白？这方法很关键的，是不是？什么都有方法。你看人间这些事情都有方法，那么神家的事情有没有力？有没有信主之法？有没有？我就凭信心，信主之法，是不是有啊？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我结成圣的果子，我不但成圣，还能结果子。这结果子的方法是怎样结出来？先从罪里得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第一件事情先怎样从罪里得释放，第二件事情做了神的奴仆，第三件事情就有成圣的什么果子，那结局就是什么？永生。因为罪的公价乃是什么？死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什么？永生。一个乃是死，一个乃是永生。罪的公价乃是什么？死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什么？永生。记住了，
我有神的恩赐，恩典的赏赐，在基督耶稣里就得永生了。你要靠律法，就在罪里头，罪的工价乃是什么？死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已经脱离罪的权势，现在有许多人掌控在罪的权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为他们祷告。如果他们中间有主的羊，上帝必要把他们带出来，一定要叫他明白这个真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为全教会祷告，不是一个教会，是普天下教会，都在握在那黑暗的权下，握在撒旦权下，握在罪恶里头，他们出不来。他们不是凭着信心走来走去，就凭眼见，不是凭信心的。今天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条路就是信心的路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什么？信，你才能从主那里得丰盛的奖赏，不但得丰厚的生命，还得丰盛的奖赏。听没听明白？好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一同来闭目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。你用你的大能大力保守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，撒旦魔鬼一切的计谋都没有得逞，使弟兄姊妹敞开心怀接受主你从天上来的供给。你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临到我们，使我们这群你从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拣选的儿女，今天得到你从天上来的浇灌。因为这话何等的甘甜，这话是从你那里浇灌下来的，这话如同活水，如同灵粮一样喂养着我们，使我们今天活在基督耶稣里面，用信心住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不凭肉体，不凭律法，不凭着靠着自己的行为，乃至靠着主你所应许给我们的话。这话是何等的宝贵，就求你帮助弟兄姊妹守住这道，除去一些魔鬼对他们的拦阻和搅扰，使他们都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站立得住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下去，一切仇敌暴愧蒙羞，叫弟兄姊妹的生命都在见长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就不再中魔鬼的诡计，也不再中人欺骗的法术，也不随从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的，使我们众人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差遣我们的脚步，打发我们出去收割庄稼，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带领我们，引导你自己的众教会与这里的教会同在，帮助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使他们脱离那恶者，使他们有信心来仰望你，将充足的信心加给他们，将火热的心加给他们，使他们今天站立在主你所应许的话语中间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把根基扎在你磐石上，永不动摇。感谢赞美赐给的阿爸父神，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门。好。